刘德华等这样的型男，一股阳刚之气。现在则是黄子韬、吴亦凡、鹿晗这样的小鲜肉，唱跳俱佳的全才，还有杨洋、李易峰这种，总归的特点，一个字，嫩。黄子韬新剧谈判官伙伴杨幂可是赚足了眼球，现在的模样是不是帅死一群小迷妹？不过以前的照片，这怎么说呢？一言难尽，你们自己去体会吧。吴亦凡现在的照片是不是妥妥的一个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王子？而以前的照片竟然也不毁颜值，有没有像日系的男主小清新风范，和现在的相比少了一些精致而已。鹿晗，小鲜肉一枚，是一个长得比女孩子还好看的男人。以前的照片是不是从葬爱家族刚刚走出来，而且皮肤看起来也不是很好呢？不过人家底子好啊。李易峰，因为古剑奇谭红的一发不可收拾，大大的眼镜长得真的无可挑剔。为啥看到出道前感觉还没有现在的李易峰年轻？出道前这头发颜色很显老啊。杨洋，因为一部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而大火，在里面饰演的肖奈真的是梦想中的男朋友。出道前的杨洋是个寸头，和现在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。